老公，嗯，你等我一会儿啊，我去趟卫生间。行，知道了，老板。烦人，叫啥？知道了，老板，去吧。很快啊，马上。嗯，损塞。回来了，毛哥。哥，加班太晚了，打不着车，送送兄，让我省俩。不是我那，让我省俩。行，哎，咋的了？给你过电了，没讲事儿啊！啊，你说，豆芽那娘们最近不知道咋的，老让我加班呢。啊！我看你那平常呢，净溜达了，也没干活啊。不是，那我活都干完了，最主要的不在乎我的感受。啥感受？情绪价值。什么呀？你看我一天白天搁单位溜达，他看着我是乐呵的，他是不是开心？啊，是开心。走啊！啊，没，等会儿，把话说完。啊。讲个事儿啊，豆芽那娘们儿嘛，主要是我没展开公司，我要追她的话，现在就孩子都给杀了，我告诉你，是啊，先把杀宰着，我告诉你，哎呦，是啊，杀，怎么了？啊，说完了，妈妈。